阿路，哎，你们家又怎么了？又干嘛？你这狗咋都拿把金子又赶来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好好说话啊！让开，我不让。我破坏你们家什么了？咱们好好说，阿姨，你不要冲动行不行？滚滚！我滚什么嘛？你家的俺怎么俺什么？你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我想不起吃过这，我哪记得？什么我会给了我我？阿姨，俺怎么俺什么？不是我。哎呀妈，那个你都是我们的。那，一直说几句，一直说几句，那为什么不让阿露嫁给我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让阿露嫁给你呢？你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不要勉强别人好不好？你看人家都哭成什么样了。我们两个怎么样不管你的事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不管我的事？让开！哎，阿姨，你不要生气，咱们好好说，行不行？让开！坐坐。你们不要这么不要脸，行不行？我破坏你们家什么了？这不是不要脸吗？人家说了不喜欢你，还要逼在这里。你喜欢俺怎么俺说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想不到俺怎么那个说？哎，行嘛，你行嘛，行嘛，你行嘛。哎，就万一那些把那个二婆棍子到我们房门的，阿天，那些，那我家我把我家牛牵走了啊，没我牵什么走啊？你家牛为什么牵走？牛是以前你们500块钱卖给人家爷爷买过来的，现在牛都那么大了，可以卖10万块钱了，你干嘛要牵走？我家牛怎么样，都不管你的事，知不知道？阿天，什么不管我？我没办法了，牛牵走了，跟他不一样。爷爷，他们家太欺负人了，真的。欺负人，他家没活气了，我也少不走了，我要拿给他，拿给他。不能，怎么可以给他？没事，我帮你们说嘛，我帮你们说，他们这样子是无赖，是不是？不要哭，大哥。爷爷，我帮你们说他们。肯定你说不到了，你说不到了，你们活起来了。我说得到，我说得到，没事。王大哥，不要再说了，他会让我的阿姨和我爸爸离婚的。等等，不要说了。有全体作业了。就是这不是我啊！哎，妈，这刚刚的我的，先拿一门卵子，拿一门卵子，先看看拿一门卵子呀嘛！啊，他们工资啊，多的，其他的呢？别我们的，拿一门卵子，我不愿意，我死了不愿意。阿洛，拿一门，你为什么？哎，你不要乱人说。阿洛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不是吗？我们家我是独生子，然后我们家什么钱财，我爸妈给的钱都是咱们两个的兄弟的。哎呀，放哥，阿洛，你干嘛？不要动手！你真的是，你不要动手！你们现在破坏了，坐，让开。阿洛，你别的什么啊？你阿洛，坐。不愿意是吧？不愿意把我们家遗产了。上次说，下次就你喜欢什么，我改。这么俺爸都脱不了，我弄我困的不？我只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这么俺爸都脱不了。阿天，妈妈喜欢，先把500块钱，也没说什么呢，500块钱，行买的行吗？行买的行吗？500块钱，我弄我有钱走啊，你不能接走哎。让开。你给我让开，知不知道？让开，不能让你们把牛牵走。我为什么让啊？坐下看，你怎么要一打？让开！受伤了，你在这里拿着干什么嘛？阿姨，让了我，阿三不听不懂啊，两个一打，怎么一打我？阿三你太狂，阿三你太狂，努力不行，不是我们那么些吧？那我们不是啊，努力不行。然后我们接走，走了，不能给你们，接走，快点，急啊，接走，坐下开，让开呀，坐，算了，好，让开，为什么要给他们呀？爷爷，为什么要把牛给他们呀？这个牛是买你们买过来的吗？是不是？
你们是无赖强盗。明天如果愿意再给我回去转运的话，我明天再把你们牵回来。你滚！